我身上的这套衣服呢是回族的盛装，这身衣服呢是我们西藏山南地区的服装，热闹一点的节日才会穿。下面的这个图文是我们维吾尔族传统的艾特莱斯做的，这件衣服呢就是我们蒙古族的盛装，这件衣服呢是来自我们广西壮族的新娘所用的一个服饰，所有的细节都是手工绣的，是我们的壮锦。红河彝族花腰仪呢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跳彩舞它是属于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。我手里拿的这个乐器呢是回族的乐器，有1300年的历史。一曲青山